大家好，我自己烧的面条，我自己还没捞着吃，为啥呢？因为俺爸早晨吃过米饭了，我们就下三个人吃的，我妹，我老婆。结果呢，我那碗干爸吃了，然后我就吃了粉，腾了一张鸡蛋灌饼，泡了个米线，我是不是吃好的了？很多网友说我们家吃饭嘴都吧唧嘴吧唧嘴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故意的。你看，如果不吧唧嘴的话，你们还以为看的是馍片呢。我这桶面，营养价值高了，一个煎蛋，一个煮蛋，这个煮蛋是早晨煮给小孩吃，没吃完呢。啊？这上面没有剩有，都被丝瓜盖上了，吃不了。中午饭你干早饭没？早饭呢？不才10点吗？俺就马上要吃中午饭了，我都11点了。你早晨都几点吃？早晨6点到7点吧。啊，你一天吃3顿饭？打牌10点去了，结果赖床，是打到11点吃完，结果下午2点钟吃饭，打电话晚上赖床，还见呢。屋里了？怎么也搞直播了？没，现在早晨没有人打牌啊？有，我去没坐牢。